然后还有一个人啊，雨林也很棒，诗雨也很棒，还有一个人我郑重的在这边郑重的夸一波他，就是我们的小布丁，小布丁真的很棒，觉得自己很好的时候称赞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啊。我刚刚怕，我怕你们觉得我偏心，所以我把成员们都讲一遍了。就是郑佳玉真的很棒。有一次我忘记我要找哦，是这样子的，有一天下大雨，彩排吧，下大雨，然后我没有带伞，我就拿着我的外套下车，然后就刚好看到布丁来，然后我说布丁，然后就跑进了他的伞里面，他说你还好吧，你还好吧，怎么怎么，我们就一起撑着那个伞。哦，他给了我一把伞，然后我们一起走进去。然后后来我要把那伞还他的时候，我就说布丁，布丁，布丁，然后他都没有听到，我就说郑佳玉。他说嘿嘿嘿，怎么了？这样。然后别人就说我很凶，没有，我就喊了，我说对不起，我刚喊你布丁，你没有回我，所以我叫你郑佳玉。郑佳玉。布丁很暖欸，我想说布丁真的是每次我就是我有时候很累，就是还是要跟你们说一下，就是我有时候很累的时候，我要想说啊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总之心情不好，累就心情不好，就想吃东西嘛。哎，没有，先不管吃东西。然后他就会过来说桐木加油，然后桐木抱一抱什么之类的，我就觉得很暖。嘿嘿，怎么了？这样。被称赞原因是不是表演很棒啊？而且布丁也进步很多，你会看到其实布丁是我们樱花组里面跳跃最有那种跃动感的人，你不觉得吗？大家胸屁没有胸他，对，而且很顺，谢谢，这次音组超赞的，舞步整齐度都进步超多，谢谢。好呢，对。然后就会就是他都一直抱抱我，然后我觉得布丁越来越亮眼，就觉得很开心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发现布丁的可爱之处。 No 布丁之前也是有另外花时间激烈感，我还是偷阿潘在舞社练舞。No. 对啊，就觉得就是他真的进步很多，也觉得他越来越亮眼，就觉得很喜欢他。桐木的闪亮让他变得更亮，我觉得不是我耶，不是，完全不是我。我先说完全不是我的问题，就是我完全不认为是我有帮他什么，就是他。说真的，我觉得他帮了我很多，反而是因为我觉得是他怎么说呢？他自己很努力，我完全没有帮他。他是一个让我不需要去觉得我需要再多余的去教他去做什么，或者是说怎么啊？算了，其实我也不太会教别人做什么，但是就是我不用去。他是一个我很放心的孩子啦，就是他很棒。虽然我有时候就是很一直抱着那个瑞婷，然后他也说我呢，这样，我就说嗯，布丁，当个火柴人，燃烧自己，点亮别人，两个好孩子，什么好孩子？像辛苦两位老妖成员。二级生的舞蹈也很棒，这次对，就是我觉得反而是布丁，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气氛不太好的时候，布丁还在做好他自己的时候，就对我觉得我可以就是更加去加油吧，因为有一段时间其实。对，我还在摸索该怎么去做这件事情，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当一个领导者，然后觉得很难，很大压力很大，然后
也不知道该怎么做，因为完全没有人告诉我可以，我应该要怎么做。然后，可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分三组了，我们就是怎么说呢？别人就是其他组的成员，就是变成我们分开各自在努力，他们也没有时间吧，没有时间会去顾虑到你这组怎么样，他们自己也已经很忙了，所以就是我要去学习该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啦。然后我确实没有做得很好，我到现在都没有做，我从来不觉得现在自己有做到多好，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点知道我自己该做什么吧。对，就是以前是我不知道，我当了组长之后我也不知道组长你到底要做什么，到底要做什么才，就是我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，但现在渐渐的知道我现在可以做什么吧。对，这样子。